这里是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也就是历史上的普洱县。我们摄制组来到严继平老人的家里，去寻找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说一下，就是这张啊，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说。这是拉蒙啊。拉蒙是啊。啊，哪个是拉蒙啊？你跟我说。就这个。啊。这个人。啊。嗯，当时的话的这个，还有这。严继平老人拍摄的这张照片，记录了58年前一段传奇而又动人的故事。1951年的新年到来之际，位于云南省南部的普洱县，20几个兄弟民族的数千名群众欢聚一堂，他们将在这里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就是解蒙了。就在几天前，普洱区进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各族代表们，在解放军的护送下回到了普洱。我们回来是11月底了的，开国族各个人民代表会是真的开了。在这次民族大会上，赴京代表们介绍了参加国庆观礼的盛况和体会。中央政府对各兄弟民族的关怀，共产党所倡导的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他们说这共产党人是新汉人，这是区别于国民党时代的。根据各兄弟民族的意愿，会议决定举行民族团结的宣誓仪式，并且立碑纪念。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拉祜族的一个头人，他就提了找这个拉祜族的这个风俗习惯呢，吃鸡血酒，找佤族的这个风俗习惯呢，进行标流。标牛嘛，那个仪式啊，是把这个水牛弄在一个桩桩上，把它拴在这个桩桩上啊，他拿着一个长标子去戳到这个心脏上啊，他要看这个牛倒下去以后啊，到底是方向。看这个吉利不吉利，难为呢，在当时领导是相当难为，到底搞不搞起来。共产党人自然是坚决反对封建迷信，另一方面，标牛这种仪式在佤族人来说本身就是为了看卦，既然是看卦，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卦好了，那么就无条件的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挂不好，那么还麻烦嘛的呀。中共宁洱地委书记张军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感情和风俗习惯，同意进行标牛盟誓大会。我会议啊，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子，就是在这个过去普洱的一个东红场啊。这毕竟个广场了，这个有部队，有群众，有政府的，还有些民族啊，就是群众了吧。哎呀，这个亡人了，也可以说是亡人，这个人相当多了嘛，阿天。1951年的新年，喜庆的气氛尤为热烈，普洱的红场上人头攒动。
热闹非常，机关、学校以及当地驻军的代表也应邀参加这一民族盛会。很简单，也没有舞台，也没有布置什么会场，就在平地上，这个摆了个桌子，摆在一些酒窝什么的，中间以后的话就是一个标牛的一个桩桩。最后入场的是48位会议主席团代表，他们中有进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有其他少数民族头人、农民代表以及地方党政军领导，他们将代表普洱区的26个民族以喝咒水的方式来立誓结盟。酒祭血念过咒语就叫做咒水。喝个钱啊，喝钱嘛，钱喝梦钱，你哪个都吃了喝啊，吃啊个，你哪个都吃了喝啊个。但咒语的意思就是，如果哪个反悔，就是耍他了，赌咒了嘛，那种。那我活嘛，就是我要跟共产党。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值得铭记的一刻，不分民族，不论大小，一同庄严地喝下咒水，誓言各民族从此团结一心，永不背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标牛仪式就要开始了。根据佤族的习俗，标牛时对于牛的选择极为苛刻，重大事情一定要标水牛，而且要求牛的体型要匀称健硕，毛色要柔顺光泽，牛角不但要大，还要有美丽的弧线。这是一条近乎完美的水牛，是一位佤族头人跑遍了普洱县城才找到的。就是要标牛为记号嘛，嘎，不，它的记号是就是把牛标到在地下。如果血可以朝天，就是好瓜；如果血可以铺地，就是不好的瓜。哦，他是为了标牛，是为了扛瓜了嘛？个呀。最后出场的就是万众瞩目的标牛手了，他就是来自西蒙的佤族头人拉蒙。这个人在没有去北京之前呢，他对我们是很怀疑的，最初也不愿意出来，不敢出来，是吧？这个回去了以后呢，他亲自来主持这个标牛。他也很紧张，但是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呀？大家就考虑了。1951年的拉蒙已经65岁了，因为他和毛主席握过手，又有过标牛的经验，所以大家一致公推他来标牛。
大门，把咱的裤儿腿提起就叫住你的个腿，啪的喷了一口。一提着标杆走向牛房，这就是拉蒙居住标枪啊、哦，在这个标机进标枪的情况。有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相机，那个120的蔡氏相机，英国那种，没有焦距的呗，就是自己调焦距那种相机了嘛，拍了一张就是这样子。云南的衣裳，天可以朝天喷天，求得了好瓜，拉蒙高兴的，有一长有一条。当时的黄就在底下这个蹲呢，我记得我们都在我们面前了嘛。他高兴啊，拉蒙，哦，高兴的要死，哦，忙，就是忙。你老毛主席，你老共产共产，你老共产，你老毛主席，他就能。当然激动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那做工作，啊，你感觉到就取得了成效嘛，是不是啊？啊，我们共产党就是希望这个各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啊，啊，一起来建设幸福的边疆嘛。标牛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一片喜庆的乐声中，来自西双版纳的傣族代表昭存信，第一个在誓词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方有富、李宝、拉蒙等各少数民族代表，以及普洱区地方党政军领导共48人，在民族团结誓词上签了名。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标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建立，标志着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应该说它起到了一种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的一种定海神针的这么一种作用。59年过去了，当年在誓词上签字的方有富老人，每年都要来到这里，在民族团结碑前长久的驻足，不忍离去。
1951年5月，盘踞在境外的国民党残部窜犯西蒙，5月13日攻占了区政府。在西蒙的班庆，那位彪牛的佤族头人拉蒙，一听到国民党残部进犯的消息，就火速派人下山给人民政府送信，去搬救兵。同时他又一面组织山寨的佤族群众对国民党残部进行阻击。1952年12月，解放军进驻西蒙，佤山重新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而头人拉蒙为西蒙解放所做的贡献，也为当地百姓广为传颂。1951年1月1号，在宁洱参加历史签名的48位各族代表，在此后近60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但始终没有一个人背叛自己的誓言。我是感到很难过，但是我们反转回来有高兴，因为我们还带到我们亲自已经见到我们走过伟大的走过一点繁荣灿烂，那么伟大，那么繁荣，民族那么团结，我感到很高兴。谁轻轻呼